这方面呢，伊朗好像做得很不错，因为大家可以看一看，Tesla 的一系列的这些用户当中，有非常多是很有名的人，包括了好莱坞的一些巨星，像小李啊等等啊，还有谷歌的创始人Larry Page 等等等等等等，非常多有名的人。那这些人，他们真正拉动了你的产品的销量了吗？I mean, I should say that, thus far, Tesla is not, we've not bought any advertising, and we've not paid for any endorsements. So, nor have we given a discount. So, if a famous person is driving our car, it's because they really like the car, not because we gave them a good deal or anything like that. 是他们真的心甘情愿去买的，不是你忽悠他们去买的。No. I mean, I don't really like the idea of marketing. It's sort of an odd thing, but I don't. And I think sometimes a lot of marketing is like people try to trick people into buying products, which is not good. 但不知道杨总认同这个观点吗？您曾经也是营销高手啊。我理解的话呢，粉丝经济其实就是一个品牌经济，就是长期经营客户的这样子的一种意识。有些厂商就是把东西卖完了就完了。然后的话呢，可能最多就是负责卖出去的东西的这个售后维护，是吧？他就不想到的呢，这个客户其实本身是有价值的。你如果长期经营的话，那可以给你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收入。我认为这就是粉丝经济。你如果能够把你的所有的客户都关怀得很好，照顾得很好，是吧？他们不管是老产品要升级换代了，还是要新买一个相关的附件，是吧？还是要新买的一个你也同时销售的其他的另一品类的产品啊。他都会想到你，但是是伊朗他是把你刚才提到的这种粉丝经济做得比较极致的。你看他所网罗的这些人，包括了好莱坞的大腕儿，包括了科技界的新贵，所有这些人心甘情愿地买他的车。他再次确定，不是我忽悠他们买的啊，他们又掏了钱，又免费可以当明星代言。我觉得他挺会算的啊。对，你但对是哈，你羡慕他这种做法吗？但是他现在有多少客户，我有多少客户，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所以来比拼一下，伊冷，你有多少客户？现在就 Tesla 汽车来说。Well, we have not very many, just we have a little over 30,000. 3万多，所以接下来该杨总非常大声地宣布他的客户的数量。我们到3月31号止的这个财政年度，销售了1.15亿台的设备。如果是一人一台的话，那就不得对，了。每秒钟，5台设备，其中包括了5500万的 PC，5000万的手机和1000万的平板电脑。伊冷回去让那些明星多宣传一点，明年我们也可以这么大声地说我们的销售数量。但是不一定是1.15亿个客户啊，因为我刚才讲了，一个客户可能买了我们多个的设备，也有买了 PC、买了平板、也买了手机的客户。对。如果真有这样子的客户，那真是就是这个死忠的粉丝了。我们希望培养这样子的客户。对，我想问问伊冷有没有想过，就回去给明星打电话，说快让你身边的朋友赶紧多来买一点，然后。Well, our issue is not so much demand as it is production. So we're trying to scale up our produc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on a percentage basis, our production has grown quite a lot. I mean, 3 years ago, we only made 600 cars, and last year we made 22,000 cars. I mean, this year we will almost double production, and then probably next year double again. So we're trying to grow as fast as possible, but it's not, we are production constrained, so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us to try too much to generate demand because we can't produce enough cars
to satisfy demand. 所以我觉得这番话应该是说给杨总听的。我们的销量少不是没人买，而是供不应求啊，所以现在才这么少人拥有了我们的车。但是他们的粉丝也非常多，跟你们的粉丝同样对产品的忠诚度相当的高。只是在粉丝经济的今天啊，我想问杨总的是，你觉不觉得像他这样的做法其实有一点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是靠明星的号召力。因为你想，其他人说我有一个跟明星同款的东西，我会非常的开心，那我们就少花一点广告费了嘛，这不就省了一些钱吗？你觉得呢？是这个像这样子的这个手段我们也会想。但是好像从一些数据上来看，你们在传统的广告打广告上还是依然花了不少钱，不像他们这么节省啊。这个数据我们来念一念，如果有误的话你可以来更正啊。这是联想2012到2013财年年报当中的数据，你们的销售和分销方面的费用超过了18亿美元，其中呢光营销宣传方面比上一财年就增加了3900万美元，这只是增加的部分，增加的部分就相当于300辆特斯拉的价格。所以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你觉得靠这样的大力度去打广告花这么多钱冤不冤，还是你觉得挺值？这个我们如果都不做广告了，你们这个行业还有饭吃吗？所以这个消息应该是给还有一个数据也应该知道，现在大多数的互联网公司都是靠广告活着在的。所以还是广告一统天下。但是我这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这个没有不应该有一些新的思维。我觉得这个硬性的广告现在的话呢的确是可以少做一些。但是呢这个别少做啊，你刚才承诺了我们电视台广告部的同事还等着呢，不能少做啊。但是这个的确更加精准的营销，互联网其实互联网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宣传，不管是这个社交媒体还是搜索等等，它的精准性都更高，针对性都更强所以我们毫无疑问会增加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营销的这个投入所以你们也要考虑适当的转型这个能够拿到我们这在这些方面的以这种方式的开支